我们看九八之二这一题，这一题现在有一个菱形，我们知道它的边，那还有它的面积。好，所以 AB 是 4， 当然每一边也都是4。好，那菱形的面积其实它跟平行四边形一样，哦，我们就是要去算什么底面积乘高。那今天的 M 到直线 BC 的距离，其实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高。好，那因为这里是底嘛，面积是2根号2。所以，我们现在的高呢？对，就高其实就是面积除掉这个底边，就等于二分之根号二。所以答案就是选项 B。好，所以善用到连到线的距离其实就等于是高，然后再利用面积特性就可以解出这一题。